Hello， 欢迎大家翻嚟福冈 vlog 嘅最尾一集。今次嘅第一站，不如一齐揸车去麦岛睇下有咩好嘢食啊！我哋就拣咗麦岛食堂呢间餐厅，呢间餐厅系食海鲜档嘅。我拣咗呢款有帆辣贝、海胆、蟹肉同埋三文鱼子，所有用料都爽口鲜甜。大家去开麦岛绝对推介大家去食噶。食饱饭之后就揸车去重游戏 glamping 啦。我哋今次拣呢个 campsite 位于麦岛嘅福冈机场，揸车过嚟大概7个字，天神嗰边揸过嚟咧就大概半个钟左右啦。大家见到一个个白色波波咁样咧，其实系一家一家房嚟嘅。成个 campsite 得4间房嘅啫，各自有唔同主题噶。而家事不宜迟，不如即刻嚟个 room tour 先啦。成间房就系咁样噶啦，其实间房唔算好大嘅啫，但系真系好靓。而家嚟介绍下间房有咩设施先啦。首先入嚟右手边有个鞋柜，鞋柜隔篱会有个架，基本上你用到嘅嘢都会喺呢个架上面噶啦。架嘅最上面会有个冷气嘅，而中间嗰层会有啲 skin care、纸巾同埋热水壶。而架嘅最下层会有把风扇，另外会有啲毛巾同埋牙刷牙膏俾大家用嘅。再过少少就会有个咖啡机，等大家第二朝可以冲杯靓咖啡坐出去慢慢睇日出。咖啡机嘅下面就系雪柜，呢个雪柜几好，佢有冰箱嘅位，所以咧大家可以买雪糕翻嚟雪嘅。再过就有一个衣帽架可以俾大家挂衫。之后就到呢间房嘅重头戏，无敌大海景啦！冲翻杯靓咖啡，凉住冷气坐喺度睇日落，都真系几舒服噶。睇完间房之后，不如嚟睇下啲公共设施先啦。间房本身冇独立嘅洗手间，但系佢会有3个冲凉房喺出面，里面都几干净噶，同埋都有热水，所以唔使担心冇得冲凉。同时都有3个独立嘅厕所，3个都有日本嘅免治马桶，同样地都系好干净噶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卫生嘅问题。喺每间房出面都会有自己独立嘅烧烤炉，只要每晚加多3000日元就可以用噶啦。同时佢会有唔同价位嘅烧烤包提供俾大家，但系因为我哋想 flexible 啲，所以就自己揸车出去买啦。喺呢度烧嘢食都系对住无敌大海景，同时间设施都好齐全噶，除咗有烧烤炉之外咧，仲有洗手盆俾大家洗手。佢嘅烧烤炉就系用呢种西式嘅烧烤炉，唔系我哋平时一串串吉住嗰啲。我哋揸咗大概3个字车去附近嘅伊人买食材，喺嗰度基本上所有嘢食都可以买得到，肉啊、菜啊、饮品啊都可以一次过买晒噶啦。另外啲嘢食质素都唔错喎。我哋喺伊人买嘢食嗰阵咧，见到而家夏天都有烟花卖喎。喺香港冇得玩，梗系买嚟玩下啦。唔玩都唔知，原来而家啲仙女棒都好多款式噶喎。我变色噃。我自己都几推介用2日1夜过嚟呢边 glamping 噶，除咗环境干净同靓之外咧，有时试下唔同模式嘅旅行都几开心噶。系啊，摸得几清楚啊！第二朝本身谂住早少少起身睇日出，但系好明显就系瞓过龙睇唔到啦。起身梳洗完，饮杯咖啡，欣赏埋个靓景，就要出翻福冈啦。本身谂住喺麦岛周围行下噶，但系发现自己呢个 trip 都冇 shopping 过，所以决定攞半日时间出福冈 shopping 先。揸咗半个钟头车翻福冈之后，我哋决定去酒店 check in 再摆低行李先。今次去福冈特登拣咗间新酒店嚟住。我哋 check in 嗰阵呢间酒店只不过开咗2个礼拜噶咋，我哋一齐睇下间房系点啊！我哋今次 book 咗 standard double， 即系酒店最细嘅房型。间房就唔系好大嘅啫，但系胜在都干净舒服。洗手间方面都系干湿分离，都几大噶，不过可惜咧就冇浴缸啦。成间房就冇乜特别啦，不过可能因为新酒店嘅关系，所以所有嘢都好新好干净。喺酒店休息咗一阵之后，距离食晚饭仲有少少时间，就决定出嚟行阵街先。酒店嘅 location 位于中州，行过去天神 shopping 嗰个 area 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行完街就到咗食晚饭嘅时间啦。今晚就会食铁板烧。今次我哋拣咗喺博多站日航酒店入边嘅银杏，我哋拣咗和牛铁板烧。师傅首先会炒脆啲蒜片俾我哋食先，呢、这个空口食都几好食。之后就会烧啲菜俾我哋食，日本嘅菜唔使特别落调味已经好鲜甜。个餐都有包碟鱼生，呢、这个鱼生系用盐同橄榄入调味，都几特别。之后就到呢餐饭嘅重头戏和牛啦。我哋拣咗 A5 级嘅佐贺牛，分别有肉眼同埋西兰。喺烧之前，师傅已经会问定你想啲牛几成熟，同埋烧完之后，师傅都会平均将肉眼同埋西兰分俾我哋，等我哋两种肉都可以试到。呢度嘅牛肉味唔算好浓，但系油脂味好香，咬落去肉质都唔算硬，
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嗌三成熟的关系，所以上到来的牛肉不算烧得很焦香，建议大家来的话可能嗌 medium 会好些。个餐会有白饭或者炒饭给我们选，吃得铁板烧就当然要嗌炒饭啦。成餐我觉得最有惊喜是这个炒饭，好有牛油脂的香味之余，上面块饭焦整到脆卜卜咁，好好吃。呢餐所有嘢都正常，但系胜在可以上网 book 定位先。如果人多嘅话，都推介嚟呢度噶。食完饭谂住去试下福冈最出名嘅屋台，但因为间间都好多人排队，所以冇食到啊。希望下次有机会试下啦。嚟到最后一日，我哋见朝早仲有时间，所以决定咗去猫岛。猫岛即系上岛，佢系 CNN 评为世界六大猫岛之一。去的方法都很简单，只要去新宫渔港搭三个字船就到的了。唯一要留意的是，因为船一至两个钟才有一班，所以去和走都记住 check 清楚船期啊。这里叫猫岛真的名不虚传，因为由落船那一刻基本上沿路都会见到很多猫猫。我们去之前上网做了 research， 见到有人讲过话不可以喂猫，但是去到见到有 notice 话只要是喂猫吃得的食物和不要制造垃圾就可以了。来到猫岛真的有被猫包围的感觉，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猫的话一定要来啊。去完猫岛之后就要还车去机场回香港了。原来我做了这么多年空姐都没去过福冈，我觉得九州这个地方没有东京那么大都会，同时都是自驾游很方便的地方，所以如果大家去厌倦东京大阪都推介大家来这里的。一连四集的福冈九州 vlog 就去到这里了，之后应该会继续有其他日本旅行 vlog， 大家记住留意啊，同埋记住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， like 呢条片啊！我哋再见，拜拜。On my shoulder, but I'll be grateful just to hold you, 'cause I love to spend time with such a diamond.